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思想但以理书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大利乌王随心所愿，立了120个总督来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再立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使得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要来回复总长事务，免得王受到亏损。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以及120个总督，甚至王又想要立他为治理通国的，想要在三个总长里面继续再提升但以理的权位。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我们来看一下第六章，巴比伦帝国一夜之间就灭亡了，现在是这个波斯马代这个国王是大利乌王，大利乌王其实就是古列王，那古列王呢，他原本是在今天伊朗南部那个地方叫波斯里面的一个部落，后来呢他就攻下了整个这个波斯，然后呢进一步往北伊朗的北部叫做马代，那马代的国王是他的外公，所以他后来也征服了马代，所以他是波斯王，他也是马代王，那他们在进攻这个巴比伦城的时候那一天晚上可能也是巴比伦的一个宗教的一个节庆，那大军围城，可是伯沙沙王在那一天其实是在相当的一个惊恐跟压力之下，可是呢他没有来寻求神，他反而是显出他的一种极度的狂妄。那里面有非常复杂的一些历史背景，其实这个伯沙沙王他并不是真正的这个巴比伦帝国的国王，他是一个摄政王。为什么是摄政王呢？因为他的父亲叫拿波尼度，那拿波尼度呢，他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婿，尼布甲尼撒他把传位给他的儿子之后就被暗杀了，后来又几经变乱，后来这个拿波尼度这个女婿拿到这个巴比伦帝国的这个统治权。可是呢他自己本身是一个狂热的一个月亮之神的一个崇拜者，所以呢他就不喜欢原本的这个巴比伦的这些偶像神明，他干脆也不要住在巴比伦，他住到阿拉伯的那个沙漠地区去了，就把这个国家的事情都交给他的儿子伯沙沙，所以呢当伯沙沙在面临波斯人大军围城的时候，他呢基本上在一种压力跟惊恐之下，二方面又想要团结这个巴比伦城的人不要投降，所以呢他很可能就在那个庆的场合要再一次来恢复巴比伦这些偶像神明的这样的一个崇拜。但是呢他做了一件事情是非常不应该的，他竟然到这个神庙里面去把以前从这个耶路撒冷圣殿俘虏过来的这个耶和华圣殿里面的这个器皿，贵重器皿，把它拿出来当作酒杯，然后再跟他的一千大臣在那边狂饮干杯，庆祝这个他们自己偶像的节庆，这个就大大的怎么样惹动了这个耶和华的愤怒，所以呢这个当天晚上上帝就审判他，他就被杀了。当天晚上这个波斯帝国的军队他们就把这个幼发拉底河改了河道，以至于原本幼发拉底河这个河水是在保护巴比伦城，结果河水干掉了，所以他们就顺利的进攻进去，再加上巴比伦城的这些百姓和这些祭司很多都不喜欢这个拿波尼度，所以呢这个很快也就都投降了。好，那这个是他的一个背景。那在这个巴比伦国灭亡的那个晚上，因为这个
但以理解释了上帝的有一个手指头在这个墙壁上写的字，要审判这个伯沙沙王，他把它解出来了。而伯沙沙王就照着之前的承诺，有谁能够把它解开，就让他在他的国里面名列第三。第一就是他的父亲拿波尼度，第二就是他自己伯沙沙，第三呢就是但以理。所以呢，但以理那天晚上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被立为国中第三的，而隔天整个巴比伦帝国就没有了，他就变成原本巴比伦帝国里面国中第一的。所以呢，这个波斯马代王呢，这个占领了巴比伦之后，就立这个旧的巴比伦里面变成通国第一的但以理为统治整个新波斯帝国里面最高的三个总长的其中一位，甚至还想立他为总长的总长哦。这是整个故事背景。但是呢，这其他的这些总长啊、总督啊，他们都很嫉妒怎么样但以理，想办法要害他。结果呢，发现但以理这个人怎么样，灵性美好，品格美好，办事忠心，道德品性都良好，找不到任何把柄。所以呢，他们就想说该怎么办来陷害但以理呢？因此呢，第四节，那时的总长跟总督要找他的过失找不到。到第五节，那些人便说但以理是一个敬虔敬畏耶和华的人，所以呢要找他的把柄呢，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就是要透过但以理的信仰然后来找把柄陷害但以理。于是呢，总长跟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这是骗人的，因为总长里面总共有三个，有一个总长叫但以理，他并没有参与这个事情，他根本不知道其他人要陷害他。所以呢，这些另外两个总长就骗国王说，所有的总长们跟所有的总督们要请王制定一条新的法律。那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之内，不管是什么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条禁令，加盖你的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着我们马代跟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力乌王就立这条禁令，加盖玉玺。哇，好毒的一条计谋哦！利用国王刚上台，里面安全感还没有建立，因此呢，这些大臣们就跟国王建议说，立一条法律。现在这个大事才刚抵定哦，人心怎么样浮动？要立一个法律，30天之内不准任何的人民向他们自己国家的神明或向任何人来敬拜，可能包括一些逃亡的王公贵族、王爷，或是绕跑的国王，都不准向你这个大力乌王以外的任何的神明或是贵族敬拜，那违者就把他处死，丢到这个狮子坑里面。第十节，但以理听到了，知道了这个禁令，也知道这个禁令国王批准了，盖了玉玺。但是他呢，就继续照往常一样来到自己的家里面。他家的楼上的窗户的阁楼，楼上的阁楼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他自己就是平常就是一天有三次双膝跪在他的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他今天知道这条命令已经怎么样被王核准了，他仍然没有改变，他仍然与素常一样。所以呢，当那些人呢在王批准这条命令之后，立刻所有人就来到但以理的家的前面，要看看但以理还有没有要继续敬拜他的耶和华。到底但以理是要忠于他神的律法，还是但以理要忠于大力乌王的新的律法？所以他们就在那边看说，但以理你要怎么样？
哎呀，结果呢，看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哇，这些坏人就开心了。好，我们亲眼看见了，但以理他只愿意遵守他神的律法，他不愿意遵守王的律法，太好了。他们就到王的面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30日内不拘和人，若在王以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面还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嗯，确实有这样的事，而且照着马代跟波斯人的例是不可以更改的。他们就对王说，王啊，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啊，也不遵行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然一天3次祈祷。哇，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王就知道他被设计了，所以他一心想要找办法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但是直到日落的时候怎么样都找不出办法来，眼看这一天就要过去了，王又无法收回他的法律。15节，那些人就纷纷聚集给国王压力，说，王啊，你当知道马代人跟波斯人有利，凡王所立的禁令跟律例都不可更改。国王面对一个很大的压力，他自己所颁布的命令如果不执行，他才刚这个得到这个天下，才刚打败这个巴比伦，如果他说话不算话，那以后没有人会把他当一回事。所以他在这种压力之下，16节，王就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就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有人就搬石头放在坑的口，把坑封起来，让但以理逃不出来。王用自己的玉玺跟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惩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哇，这个但以理这时候可能有80岁了，一个老人家，然后呢被陷害，这个国王也连带被设计，国王没有办法之下，只好把但以理丢到狮子坑里面。那到底但以理结局下场会如何呢？再来，我们也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到底我们是要忠于神的律法，还是当这个世界的律法、世界的价值观跟神的律法有冲突的时候，甚至这个世界的律法会禁止或是逼迫或是强迫我们、强逼我们不来遵行神的命令，不来遵行神的真理的教导，那我们该怎么办？如果我们向世界的这个规则妥协的话，注意哦，这些规则指的是它明显的违背了我们信仰的良心，我们信仰的神的这些神的教导和真理，我们该怎么办？但以理他也知道大家要害他，但他选择他仍然忠于他的信仰，他的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祷告，求你帮助我们学习但以理的榜样。他从10几岁被掳到巴比伦王宫，一直到他80岁，主啊，在这个波斯马代的宫廷里面，主啊，他都没有改变他向神忠心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主啊，也唯有一个向神忠心的人才会真正的向王忠心。主啊，经文告诉我们但以理办事忠心，因此我们在这个生命里面是一个对神负责任、对神敞开的人。主，我们对人、对其他的事情，我们的态度就是会忠心良善。主，你也帮助我们，主啊，面对许多的压力和威吓的时候，让我们可以选择像但以理一样，即便如此，我们的神能够救我们，即或不然，我们的神没有照我们所以为的方式来救我们，我们仍然不放弃我们的原则、我们的信仰，因为神你仍然掌权。求主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祝福大家。